他们几位数吗？就是八位。我也是刚办完自己的婚礼嘛，婚礼完之后的第一个婚礼，然后又可以刚好来又沾一次喜气。明道看到我就说：“哎，这是你的台北场吗？”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台北婚礼。我想，白头偕老，永浴爱河，甜甜蜜蜜，甜甜蜜蜜，永远都甜甜蜜蜜的。嗯，幸福就像第一天遇见一样。你真的很会讲哎。哦，还有很多啊。很，还有Alan 来一个。啊，一样，他们讲就好。祝 Jam 还有 Summer 百年好合。嗯，对，百年好合。问他三位，因为他们说都欢迎大家可以大方的送礼。但是我们特别准备什么样的礼物要送给他？我们礼物、哦，我们两个是包红包耶。嗯，他们包几位数吗？就是八位，开玩笑的啦。是心意啦，心意到了。嗯，比较妙是我们刚好在来的楼梯那边碰见了。嗯，我还不小心还以为是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台北婚礼，台北场，开玩笑的啦。啊，没有，他们已经结了。没有啦，因为就是我也是刚办完自己的婚礼嘛，然后又结，等于说婚礼完之后的第一个婚礼，然后又可以刚好来又沾一次喜气，然后就开玩笑，明道看到我就说：“哎，这是你的台北场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没有，只是开玩笑这样。”我们把幸福延续给大家，然后一起、大家都一起幸福。我问一下，因为刚上面姐说她也是第一次办婚礼，她非常紧张。那正常来讲都会是第一次啊。没有给一些意见。对啊，因为哦对哦，因为你办过了、哦、这样怎么意见呢、啊？我也是第一次办呀、啊，就是过来人，这么快就过来人了、哦，三天。也就是说酒喝慢一点，就是要 hold 到。对，三妹姐酒量很好、那就我们喝慢一点吧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、谢谢。哦谢谢今天是大手笔吧、我们没有什么大手笔啊。今天我们讲，你看看演艺圈大红大紫的大有人在啊。我们小草一根，我们就意思意思就好了。老肖一直跟我讲，他说你不办，我怕你老了后悔，所以我们就还是办啦。就一定要办。之前他求婚那颗啊，13.33，除不尽，爱你除不尽。其实我们还是有花到七位数，就是扣掉所有赞助，我们还是花到七位数。昨天准备的心情上有没有睡不着，或者是特别期待？对，我本来以为Summer 会头很痛，忙，因为整个过程他一直都在忙碌，对，我也很担心他昨晚会睡不太好，但其实很快就听到他的声音。他一定要听到我睡着的声音，他才会睡觉。因为我如果他是醒的，我才能睡，他如果先睡，我反而会失眠。所以这是我们两个的生活小习惯。对，我昨天睡很好，我也没想到我倒下去就睡着了。对啊，有说你们是最臭的新郎跟新娘？其实我觉得不是，应该是说我们的一直在逃避，然后很晚才开始专注这件事情，所以就会很累，他就会很累很辛苦，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嘛，但是呢主要我觉得今天除了我们自己的婚礼以外，最主要要感谢很多朋友，包括媒体朋友，包括长辈朋友、家人朋友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们。真的很想感谢大家。然后，那这个 party 其实，还是给大家的，是为你们而办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婚礼这件事情，其实因为我们从去年登记之后，其实应该马上办，那个感觉会更好。那然后
然后我们隔了一整年，刚好一年去做这件事情。其实会有点懒，然后又有点逃避，但是再不办，我觉得可能是真的不会办的。所以我跟三毛说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谢谢大家。老肖一直跟我讲，他说你不办，我怕你老了后悔，所以我们就还是办啦。就一定要办，一定要办。第一个就是我600多，那你们这中间邀约的过程是很大。我跟Summer说，谁也别漏。因为呢，在邀请名单的时候，同事给了我们一个电子邀请卡，然后我们两个呢，因为都在忙演唱会跟音乐剧，其实根本无心做这件事情。然后丢给他一份，丢给我一份，我们两个就今天丢3个，明天丢5个，毫无记录的乱丢。就是因为他给我的讯息就是，他希望只要跟我们的人生，就是有工作。有交集的好朋友，他都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聚一聚。他说这是人生唯一一个理由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。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很没有章法的乱丢，所以我们发给了谁，没发了谁，其实到后来都忘了。所以秘书啊，他们其实都不知道该如何追溯。我就讲今天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小插曲，但是真的请大家体谅，因为我们真的没经验，真的没经验，不知道怎么做，真的好难哦。虽然人没结过婚，不是因为你知道，我们每天一天到晚办那种万人演唱会，都觉得几百人哪有多难呐、啊？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世界上最难的，所以真的再一次强调，真的如果有招待不周，包括你们今天晚上真的如果有招待不周，你们见谅，不要生我们的气，我真的很尽力了。所以这是婚礼最难的环节，我觉得最难，真的是最难。那个钻戒是几克拉给？这就之前他求婚那颗啊，啊，你们没看到本人对不对？13.33，全美的，他就说一生无，哎，除不尽，一生爱你，除不尽，除不尽，不是不是，这一颗是因为老肖买了一颗。全美就是Type 2A 的裸钻，然后再自己请朋友设计，对，做的，对，所以它是分开两件事情，对。就一生不尽的钻戒大概多少钱？那这么大肯定是8位数以上啦、啊。对、啊。然后没到那一个礼金，你那些味道也。你怎么那么俗气呀、啊？没到我就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全数是捐出，所以。其实我们两个，我昨天还是跟他讲，我说我这几天心情很 chill 的原因是，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办一个公益餐会。嗯，这样子大概有超过7位数。你们看到很多，绝大多数都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赞助。其实我们还是有花到7位数，就是扣掉所有赞助，我们还是花到7位数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就谢谢他们帮我，省吃俭用可以。多做一点公益，应该是这样讲。永垂就算停止旋转世界，我的心在无名之有你的名字，今天开始而为一，爱是疼惜，愿是奇遇，说我愿意在我心定居。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，我说出只是誓言。I'm married你吗？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谁。
吵杂话说不出来，我变得不习惯念你在的夜晚，把时间暂停下来，把现实都无法取代，牵你的手掉下所有坏，安稳睡在我胸怀，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，幸福守护让我来，不再让你受伤害。 In your eyes 有我在，有我因为你存在，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。 Oh, oh, in my life 有你在，世界因为你精彩，你只要负责成为我的最最爱。